所谓的 ITI 就是说我们把精子放到这里，我们用一个软的管子注射到这里，这是输卵管的开口。那这样的话，但是排卵针的打要有大概十来颗的滤泡啊，精子从这里进去，一次右边一次左边，像这个是左边的输卵管，那这样成功率会很高。我们最近三个案例有两个怀孕，